边咧就翻本六十六啊，咁啊上到嚟现场同你倾下偈啦。咁啊，而家咧就喺电话旁边啦，今晚吓，喂，六十六你好 ，Hello， Edmund 好，系啊，仲有嘉宾啊，嘉良喺度啊，好。加量啊！好火龍建議啊！係啦，火龍建議啊！好啦，嗱咁啊，今晚咧就唔使你咁辛苦上嚟啦，因為咧你有一個好更加重要嘅任務啊！因為咧阿六十六咧嚟緊會幫我咧攞個最經典嘅一個鬼故啦，咁呢個應該係貨櫃碼頭嗰個係咪啊？系啊系啊系啊，尝试紧克服呢个惊嘅心理去写一写。咁啊，关于货柜码头啦，嗰个母女嘅鬼魂啊，嗰件事啦就好经典啦。咁啊，六十六就将会将呢件事咧，就希望喺几个礼拜啦，唔知五个礼拜定六个礼拜定几耐啦咁样。系啦，希望讲得到。系啦，就画成一个咧动画出嚟嘅，咁啊好期待。系。咁所以就等你啦，好嘛？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咁啊，今日睇住下你啲吓以往所做嘅作品先啦。嗱，今晚呢个系讲戏院。是啊，九龙塘一个戏院叫流座。好啊，点咧？有啲咩吓促使你要画呢一个戏院嘅鬼故咧？其实咧，之前我哋预计咧就写十期嘅啲鬼故，就想有一啲唔同，即系揾一啲唔同地点发生，咁变咗出嚟个画面会好睇啲。系啊。咁其实有朋友咧就建议我话，咁不如你有外景嘅又写个，咁不如写戏院啦咁。嗯。咁我嗰阵时谂揾资料搜集时候，其实就找啲朋友問過嘅，但係第一個個反應都是話係東城戲院啦，一定係。咁但係東城戲院就太經歷就應該係太舊太耐啦，已經。咁大家都知道經典嘅場面係啲乜嘢？咩全院滿座都係嗰啲咯。咁後屘我就揾咗一個朋友，咁其實之前咧我就係諗翻起五六年前佢講俾我聽嘅一單關於戲院嘅傳聞。咁應該其實好多人都應該會聽過，但係呢個就可能冇東城戲院咁經典咯。佢嗰個其實我揾資料嘅時候，佢同我講係好意外地，我嗰日係同佢講橋啊傾嘢嘅時候，嗰係我哋同行嘅一個漫畫主筆嚟嘅。咁我哋約嘅地方咧，就係喺翻而家我今次講嘅呢個故事裡面嗰個大型商場裡面，就係約喺嗰度等喺度傾橋。但係傾傾下，佢唔知點解就講咗話有冇睇戲啊，講開戲院嗰啲樣嘢。咁佢就我就話：咦，呢度都有戲院，你可以去睇喎咁樣。咁但係佢就同我講話呢度呢間啊唔好試啊攋嘢咁啊，咁跟住我嗰陣時仲未知呢一單 case 嘅，咁跟住佢講翻俾我聽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有冇咁堅啊，有冇咁勁啊咁，咁所以呢一單嘢就令我印象好深刻，就所以攞咗嚟改咗今晚呢個故事咯。嗱，你講呢一個嘅地方啦，其實有一件事都係好出名噶。網上流傳的就是話你坐咗喺度睇嘢嘅時候，有人坐咗你上邊咯。係啦，係啦，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因為好耐以前噶啦，我聽過。係咯。第一下個印象，通常其實你去戲院都係諗住係去廁所先攋嘢嘅。係啊。冇諗過會睇成套戲，成套戲嘅過程原來就係中咗招。佢唔喐得啊嘛。係啦，佢唔喐得添啊嘛，成套戲就同佢一齊坐啊嘛，兩個搭住咗坐咁樣。我中意咩明咩叫坐喺你上面。係啊。即係踢博馬。唔係啊，因為其實我估呢一單嘢傳得出嚟嘅，我相信係同個傳聞中佢講嗰個人，因為都係做呢行電影行有關咯。嗯。因為佢後來去翻問翻嗰間戲院裏面啲人，即係佢有咁嘅方法可以渠道問翻之前間戲院發生過咩事，咁事實證明真係嗰度有人死過咁咯。是咩？有人死过？是咩事噶？系啊，系睇睇下戏报废噶。咁后来我去上网查翻资料，都系即系有一单系喺戏院睇睇下戏系报废，送入院之后系走咗噶。睇三级片噶？好似有少少牵涉嘅，好似系。好似香港第一空袭啊 ！Eric 姐讲鬼片嚟喎。我又唔系好记得边套。我以为睇嗰啲即系太邪恶下戏嗰啲咧，受唔住啊。唔係嘅，原來係激啊嗰啲，我冇搜集資料搜得咁清楚。OK， 原來香港第一空襲哦。咁而家你畫出嚟一陣間睇到嗰個就係你嘅朋友嘅親身經歷啦，可以咁講係嘛？佢又唔算係親身經歷嘅，只不過佢講咗呢一單 case 俾我之後，我就印象好深好深。咁啊，同埋喺網上高再揾翻啲資料，又問翻以前做同行嘅一啲報館啲朋友咁樣。好啊，咁一個改編啦，好嘛？改編嘅一個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如果你照翻原本搬出嚟，可能就係大家都聽過，冇乜特別咯。好啊，嗱，咁啊，今晚嚇又可以重温下翻本嘅一個心機力作啦。咁我哋期待一個係我哋恐怖再現出嚟嘅，好嘛？
咁啊，好啊，俾啲時間你啦。希望你哋中意啊。好啊，咁啊，呢幾個禮拜我哋都會星期一晚咧，繼續係會聽到阿六十六嘅聲音嘅，好嘛？係啊，冤魂不息，好。下個星期再聽 ，OK。唔該曬，拜拜。好啦，咁我哋嚟睇下啦，好嘛？好啊。有冇去過呢個地方睇戲啊？冇喎。係咩？係以後都唔會去啦。搞錯冇事嘅。仲有而家有戲院噶嘛？有噶嘛？有係咯，曾經係改裝過再有噶嘛？而家冇事嘅，你都咁好彩咩？喂，你喺戲院俾百零蚊，你嗰個 4D 效果啊，嗰啲好貴噶，係咪先？如果有咁點咧？咪一齊睇咯，純粹喐唔到啫，可以嗌救命噶嘛？係咪？都未必嗌到。好啦，睇睇阿六十六嘅作品先。九龍塘戲院留座。要数本地的闹鬼戏院都离不开以前的东城、平洲、金茂坪这三间，但原来有传闻在多年前位于九龙塘某大商场就有一间因为闹鬼而结业的戏院。事件令当时在职的员工阿辉有过一些很得人惊的经历。下午三点几，负责带位的阿辉今天有些紧张，因为上司 Jason 约了他一起去看戏，这个当然并不是公司福利啦，而是全因为近三个月来在戏院某行的相连座位好几次发生了闹鬼事件。Jason 怀疑有人刻意造谣生事，于是找来阿辉陪他一起以身试法调查。Jason 刻意揀了这一天不是假期的日子和一场观众又少的戏去看。现场观众加上他们都只不过得六个人，或者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觉得这一晚戏院特别冻。当佢两个坐低冇耐 ，Jason 就话：如果俾我查到边个喺背后搞嘢嘅话，我一定唔放过佢哋。一边继续讲佢嘅处理方法，但阿辉就唔能够集中精神听佢讲，因为佢见到远处通道嗰度好似有个男人喺度行嚟行去咁。因为电影已经放映紧，灯又熄晒，只靠银幕嘅一啲光，见到个男人身形瘦削，而且好似行近佢哋呢一边。隐约仲见到佢目无表情，目光就好似望住佢哋呢边咁。阿辉正想开口嘅时候，咁啱 Jason 嘅手机又响啦。阿辉，我出去外面听电话，一阵翻嚟再倾。Jason 匆匆忙忙咁走出去，奇怪嘅系阿辉再想揾翻个男人，点望都揾唔到。佢心谂：走得咁快，唔系真系有鬼啊嘛？就喺疑惑之间。他连身边几时突然间多了个人坐在那里他都不知道。他望到的时候他有些愕然，但是他想都不想就问：先生，你买什么票啊？坐这里。就当他问到这一句的时候，银幕那边竟然有把声传出来答他：这个位我的，是我的，是我的。阿辉很愕然望向银幕，本台放映紧嘅一套外语片，呢、这个时候竟然换咗画面，影嘅就系呢度观众席，声音就系由画面中间嗰个背住镜头嘅男人发出嚟嘅。就系呢个时候，画面中嗰个人突然间拧个头过嚟，又系嗰个男人，冇可能嘅喎。见到佢双眼睁大，擘大咗个血盆大口，成块面好似霸占晒成个银幕咁，好似想冲出嚟咁。阿辉吓到唔敢再周围望，只想即刻离开呢度。但个身想喐，点喐都喐唔到。而身边个男人就逐步逐步咁靠近佢，就嚟面贴面啦。当阿辉可以回复自由嘅嗰刻，电影差不多已经完场。Jason 都喺佢身边，但佢同其他嘅观众一样，完全唔知道阿辉发生过咩事。后来经阿辉几经追问之下。Jason 确认了在阿辉未入职之前，在那个位置的确有个男人在看戏的时候突然间心脏病发身亡，而 Jason 形容死者的外貌体型就好像阿辉见的那个人一样。阿辉之后当然不敢继续做下去了，院方为免事件继续闹大，索性从此将个座位保留不发售。但是之后闹鬼事件依然持续，最后电影院以这个租金大幅增加为理由而宣布结业。是啦，在这个个案里面就
有啲似曾相識啦，咁啊當然有一個嘅亦都有少少嘅故事背景啦，啊甚至乎亦都係一啲嘅改編啦，咁加加埋埋啦，咁就變咗咧係等大家睇入去嘅時候就好投入啦，一望你知邊間戲院咯。我而家知道，見到啦。OK， 好啦，咁啊唔該曬，花木六十六一個精彩嘅演繹啊，期待佢幫我哋畫一個我哋恐怖。又未必是在線啊！如果你話即係講緊嗰個貨櫃碼頭，應該恐怖熱線個時候已經開始㗎啦，嗰單嘢啊，好啦，咁啊，俾啲時間啊，六十六，咁啊，我哋聽個電話之後啦，翻嚟我哋仲有一單關於喺蓮花宮，哦，係啊，大坑區嗰度啊嘛，係啦，幾多個案啊？好，呢位叫做阿蚊 ，Hello 蚊。喂 ，Hello Edmund 你好，系、哎、啊，仲有阿嘉良啊，哦，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好，我好简短嘅呢、這个，都系冲绳嘅。其实咧呢、這个我喺六月嘅时候 send 咗相俾阿 Eric， 但系就未交货嘅，哦，见到今日有人交冲绳，所以好好好我都有一单。嗯，咁咧，我六月嘅時候去沖繩咧，咁其實即係我年年都會去，咁亦都知嗰度都多嘅，有時喺沙灘嗰啲岩石都會影到呢啲人樣咁樣。嗯，咁咧，咁今次我去咧，我都係住翻嗰間酒店啦。咁平時呢間酒店都唔會話覺得有啲咩唔舒服。咁嗰次咧，我就去咗一個城堡嗰度。嗯。咁去咗個城堡嗰度咧，咁其實走嘅時候，咁我影咗啲相啦，其實都有啲感覺，覺得好似有啲嘢喺張相度。咁、我就上車咧，即係上翻自己嗰架車啦，跟住我就再睇翻啲相咧。咁、我唔知呢張相你哋大家睇唔睇到，或者係我自己感覺啦，我就好直覺係見到個僆仔個頭嘅，咁咧。咁跟住我唔理啦，之後我就去 shopping mall 嗰度食嘢啊，玩啊，打機咁，跟住就夜晚翻酒店啦。嗯，咁喺我夜晚翻房啦，咁我出咗去個出邊嗰間食煙房嗰度食完煙之後翻去咧，就覺得好似有啲唔妥，好似有啲嘢跟住我後面咁樣。嗯。咁我冇理啦，咁当日头嘅嘢係自己幻觉啦，係啦，费事自己吓自己，因为最后一晚喺酒店。咁跟住呢，好啦，就喺我瞓觉嘅时候，啱啱瞓着嘅时候，突然间喺我左边呢就听到把僆仔声叫我，跟住呢佢叫我做妈咪咁样，跟住我中文好驚啦，我讲中文啊。佢系中文嘅妈咪，我唔知啊吓，中文嘅妈咪。咁咧，跟住咧，我就好惊，即刻弹起身。跟住我弹起身，第一时间只眼系望住我柜位嗰、那个嗰、那个位，即系我 feel 到，我一起身就要望住个位，我 feel 到好似喺嗰度。嗯。跟住我就好惊啦，喂，大佬无啦啦做乜叫我做妈咪啊？我冇小朋友噶、啊。跟住我就谂。自己胡思亂想，哇！係咪前世你係我個仔啊？你嗌我做阿媽，咁啊咁跟住我就好驚啦，咁好掙扎地，咁嗰就瞓，跟住第二日就走啦。咁咁跟住咧，我隔咗一段時間，其實我某啲原因啦，咁我揾阿 Cindy 師傅嘅，咁就同佢傾偈啦。咁佢即係都有同我提過，知唔知是有嘢跟緊啊！而家咁，咁我開頭就諗住會唔會係兩個月前即係去過沖繩，跟住同佢講呢壇嘢咧。咁跟住我同佢講呢個小朋友嘅事啦。咁跟住佢睇咧就話個小朋友其實係玩我嘅啫。嗯。即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佢最後都係冇跟我翻香港嘅呢、這個小朋友。系啦，跟住就係check到其實我自己喺香港就有嘢跟緊咁樣咯。不過嗰啲太詳盡啦、啊，就其實而家就治療當中嘅，有機會再講、有時間就同你哋講，係啦。但我想睇翻張相，其實邊個位咧？我自己睇咧就喺嗰啲樹嘅樹腳嗰度，好明顯有個頭。是小朋友头嚟嘅，边棵树啊？最大棵个脚嗰度，最左边嗰个，
我而家就睇最左，我都睇紧最左边嗰个，系咯，最左，你见唔见到？我唔知道，嗱，我有冇睇错？系啦，我都睇紧系咪呢个？我一、其实我一感觉嗰张相有嘢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嗰嚿嘢，跟住翻到去亦都系小朋友嘅男仔声嗌我嘅，跟住就 check 到系真系小朋友咯，咁样咯，嗯。但是、其实在脚的那个位置零零舍舍的头我不知道我看的东西跟你们看的东西一不一样不过我就看到个头他一定不一样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好啦、okay、多谢你分享先哇搞到现在冲绳成为了零探的热点樣真的搞到啊喂但其实那里不嬲都很多人去零探还有真的很多的其實是的因為沖繩呢、我去過一次啦他因為覺得、因為沖繩是四面環海啦他們都覺得是容易是受到風吹雨打的沖繩的人、所以他們整個島呢都有一些有一個守護神的其實你們都知道的整個島有一個守護神是啊他們、有個、我那時候講過叫什麼名他們是變成公仔的一個模樣是、石錦當是不是石錦當、好像是的他们周围都要拜石锦当的因为他们要保护个岛因为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的。那所以他们是。是咯。同埋我知道因为那里的历史问题呢我就说那段时我去那里做义工的。那呢我整夜晚同那家人烧嘢食的时候呢根本影到是整个夜晚的天空呢好多一点点的朋友仔同你一起在那里烧嘢食的。吓咁劲。系啊，同埋有時有啲見到係著住古代衫，一家人同埋個小朋友嗰啲咯，即係著住啲係啊，因為佢始終佢以前係啲戰亂嘅地方咧，咁、尤其是海邊嗰啲比較多咯。我諗過會唔會有一次去探明去嗰邊咧，因為佢同埋有啲喺嗰啲叫咩懸崖嗰啲入邊嗰啲洞咧，好、多，因為以前佢話喺嗰度自殺噶嘛，其實嗰度，好咯 ，OK， 喂，多謝你嘅分享先。是好啦，唔该晒，好，拜拜。好啦，咁啊，最後仲有少時間，你講翻下，香港啊近啲啦，嚇、好啦。呢度系边度咧？边个位置咧？咁啊，睇翻一个 Google 嘅图先啦，吓。咁如果大家咧，都会去借一副我年年都去的啦咁就是莲花宫啦。喂莲花宫后面你而家讲緊系边个位啊呢个其实有少少难睇嘅。莲花宫后面呢就是一个莲花宫公园。嗯啦。咁莲花宫公园呢其实入面呢就有两个凉亭。咁嗰度曾经呢真系曾经嘅啫而家肯定冇肯定系冇好多乞衣喺嗰部分。冇啦，已經冇啦。肯定係冇。咁點解咧？因為嗰啲乞衣咧揾到嗰個靚位，咁嗰個係嗰啲阿伯啊，即係坐喺度捉棋嗰啲，係、一個涼亭，兩個涼亭嚟嘅。咁即係嗰個即係遮風擋雨，簡直一流。嗯。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嗰度咧就每一日咧都有啲食環署嘅嗰啲員工咧就去清潔，因為始終係一個食環署公園嚟嘅。咁跟住咧，嗰啲人其實就趕嗰啲乞衣走，跟住啲乞衣其實自己話：你叫我都唔會再嚟。點解啊？係啦，佢哋咧就啲嚟親去過嗰度嗰啲乞衣咧，都話俾人搞嘅。俾咩人搞？唔梗唔係俾人搞嘅，係啦，即係有嘢搞喎，俾嘢嘅。佢又話俾人搞咯，咁、樣。咁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嗰度咧，其實佢後邊咧係有一條樓梯，咁就通常即係頭先嗰幅圖，我啱啱最頂嗰度有架巴士，嗰架巴士嗰個位置咧，正正就係一個係啦，一個麗德村嘅嗰個巴士總站嚟嘅。咁嗰度咧，其實入咗夜之後咧，淨係得嗰寥寥幾支街燈咧，其實係幾恐怖。通常啲人都唔會行嗰條路嘅。係啦，咁嗰度其實有咩事咧？咁其實睇下有冇機會睇得到先，係啦，就係呢條樓梯啱啦，啱曬，就係呢條樓梯。咁就啱啱而家佢嗰個柱等咧，即係側邊嗰個對聯咧，啱啱嗰個柱等咧就遮咗嗰個平台位。咁係一個平台位嚟嘅。咁其實就係嗰啲欄杆咧，你翻過個欄杆咧，其實就會出到去嗰個橋下邊嘅一啲橋等。咁如果你夠僵嘅話，你就可以翻出去嘅，因為其實嗰度就即係冇嘢捉住咧，你跌落去就。有好多個靈體噶啦，你跌落去嘅時候，即係嗰個你啦。咁所以就嗰度咧，其實就唔知點解係有三至四個神主牌喺度嘅。神主牌？神主牌，即係有人名，即係佢係咪叫神主牌？係咯，即係
系啦，即系写咩噶？写嘢嘅，我冇去睇啊。咁但系即系我因为我以前翻学咧，都会搭架车上到去诶嗰度，跟住行翻落嚟嘅。系。咁我放学嘅时候都讲咗四五点啫，咁我梗系唔惊啦。咁但系点解我会特登望到入去咧？因为那个位置咧，就人就冇噶啦，狗就有一只，长期都有一只狗喺嗰度嘅。长期系啦，有冇人养噶？應該就冇啦，係、哦、一隻黑狗嚟嘅，咁所以真係有陣時行過見到佢喺度來回踱步嘅話咧，咁都想行快啲啦，咁樣，咁、嗯、但係就係咁樣望到咧，入邊其實係有三至四個神主牌喺度嘅。好啦，咁嗰幾個神主牌又有冇人裝香嘅咧？冇人裝香嘅，都冇嘅，唔知點解棄咗喺度嘅。係啦，冇係啦，就係、是、冇人去裝香啦，冇人去理佢哋嘅。有冇人抌？又冇人唔夠膽，系啦，咁同埋即系可能即系清潔嘅嗰班工友又唔會去處理佢啦。哦，咁樣樣，咁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其實都係係亂斬樹嗰班朋友嚟嘅。咁佢哋咧其實就係好中意玩單車。嗯，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即係興起一下啲單車咧，佢中意將嗰啲叫做越野單車咧，就中意碌樓梯。哦，咁所以佢哋就嗰條樓梯幾時真係會冇人咧？真係入夜就冇人啦。所以他哋會上去玩，係啦，即係咯，將個單車就衝落條樓梯，係後生嘅時候連樹繞都斬得，有樹精啦，樹精都斬得，區區一架單車有啲咩唔玩得啊？咁、嗯、但係咧就嗰三幾個朋友咧就啱啱就喺嗰個位置，因為一個 U turn 嘅平台位嚟嘅、嗯，就見到有個人企咗喺度望住嗰扎神主牌，夜媽媽半夜一兩點，即係呆望唔知做咩咁樣啊？係啦，咁就正路嗰個位置，你一兩點你。嗯，系咯，你唔会无啦啦企个人喺度噶嘛。嗯，咁但系一个实体嘅人嚟嘅，系系啦，即系佢哋大家都见到系一个实体嘅人嚟嘅。咁但系即系咁又奇怪，你无啦啦有一班单车度冲落嚟，又唔走，连头都唔回，即系望都唔望你一眼。嗯，咁样咁跟住咁，但系就啲朋友冲咗落去之后咧，你拧转头望，咁其实又望唔到佢啲眼耳口鼻，因为佢望住咗桥墩嗰个位咧。咁、嗯、但系大家事后谂翻，无啦啦点解有个人喺度？咁同埋你正正常常一个人有一堆单车冲落嚟，你又唔惊？系咯，你应该避嘅都会系啦，所以就系咯，即系嗰个位置系真系有啲嘢啦。佢哋觉得，咦，可以行下喎、啊？系嗰、那个系咯，你大即系朝早嘅时候。冇問題嘅，都有人在上面行落嚟嘅，係咪啊？因為唔係個個住嗰啲屋村都即係下下搭的士落嚟噶嘛。OK， 聽日再行下咯。係啊 ，OK 嘅嗰個咧。你約時間，約時間，約時間，時間。咁日頭就當個靈異行街街咁樣咯，咁啊夜晚就先去靈探啊咁樣咯。好啊，市區嚇、啊，既然我成日都蒲噶啦，大坑就行一轉。睇睇嗰度，帶你過去。而家仲有冇啲神主牌先？我相信都仲有嘅，應該有，會冇唔會無啦啦有人清嘅嗰度？咁我就咁，即係嗰度嗰啲即係議員啦嚇，因為佢同研究緊咧，因為嗰度即係啲人行落嚟當然容易啦，上去又麻煩啊嘛。好似喺嗰度研究緊整一個垂直嗰啲升降機咧，咁唔知會唔會勘探過之後會處理咗就唔知啦。哇！有冇咁大？即係咁大需要啊！嗰度嚇，唔知啦。總之就係啦、嗯，曾經提議過嗰度整一個升降機嘅。哦，咁樣好啊！咁今晚唔該曬阿嘉良啦，咁啊分享咗幾個喺市區啊，都有啲咁樣嘅景點嚇、啊，都未必知嘅。有時啲朋友咁樣咁就係大坑一帶啦，咁樣嚇，會唔會有人都有時經過下咧嚇、啊？有 feel 可以隨時打嚟回應下啦。嗱、啊，其實咧，阿嘉良仲有好多啲行山嘅嘢嘅。下次找埋你嗰啲朋友上嚟傾，好啊，系嘛，真系喎，系啊，嗰啲就真系劲啦，因为佢哋话好多嘢发生嘅，系啊，我觉得跟住个行山导师咁样啊嘛，咁、嗯、可以，行山导师现身说法都系可以嘅。好，不过记住啊，就千祈唔好再乱斩嗰啲树啊，因为破坏公物首先唔系好 OK 啦，冇错啦，系啦，咁啊点知你人哋嗰间屋嚟咁啊，大佬吓喺度修炼噶，你搞到咁样，唔系有啲好大镬噶，因为之前有啲譬如出去拍嘢嗰啲电视台嗰啲人咧，佢哋试过讲过话要真系。不是说劈晒成棵树，可能就劈啲枝啫，即系啊，咁都有事发生嘅，直情系伤亡添啊，有啲会系咁样噶。我伤咯，未亡嘅嗰日。系啊，会有噶，真系有噶。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嘉良，我哋下次再倾好嘛。好啊，好，听晚再见，拜拜。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
但愿不相干。